在未来，每个人都能成名十五分钟。成名要趁早，而家就是你成名的机会。大家好，我是24号的徐巧芯。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。对，你可唔可以嚟多一次？我好似你嘅公仔咁啊！每一个人都有理想，有大志。咁一路自己都有不断进修自己嘅才能啦。咁今次就表演咗魔术俾大家睇。咁希望之后可以继续表演其他嘢俾你睇啦。小酒窝长睫毛，迷人的无可救药，我需要你的投票。大家都听好了。首先表演咧就系讲一个都几难嘅难嘅，咁即啲评判咧又笑我，咁所以咧我就想再讲多一个，好似啪啪咁嘅舞仔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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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样，会可以涉足喺关于演艺嘅嘢咯，系咯，希望大家支持我啦。